看了广告，我去了厕所了，大家慢慢来啊。看那我也去厕所好了啦。休息一下，整个片尾哦。不、哦，兔子要给我多播广告，我播不了。厕所一下，厕所一下。最后那一段有多长啊？嗯，三分钟吧。没有，我说如果我们从门口一直打到结局那个位置的话，哦、不用十五分钟，因为我们都在看东看西。嗯哼，那等一下就直冲了。对啊，我刚刚看到最后墙壁那边有一个，他那个不知道是哪边那个森林地图，对不对？对地图，然后写什么什么什么二。感觉那可能是二代的那个、哦，二代的地址。哎呦，期待哦！度假模拟村二、哦，度假模拟村。嗯，啊，我想直接强制关掉呗。好啊，我也想。好啊，好啊。看看你关掉，我会不会也关了？你关了吗？关了。被你们四个人卡。啊，这房主无回应。你就跳出来啊，跳出来啦，那重新进啊。强制关掉了。我好吧。那就没有，他会写房主不回应，而不会以过下次。强制结束了。嗯。行。好的，看艾乐说一下。等一下。行。好。那大家看到了桌布，那你看看我的女神。真的在很前面呢、欸。啊，所以你们直接关掉重开啊、哦？对啊，我直接关掉。是感谢名单而已啊。哦，好。嗯好主意，那我也这样做好了。嗨，我好想看那个下一个剧情。不是不存档、啊，是刚刚能存档的地方都是在洞窟啊。我们刚刚实验室不能存。对啊，嗯、实验室他不给我们放。我刚刚一直狂按帐篷不能存啊。对啊，他故意的。会不会片尾之后还有剧情彩蛋之类的？嗯，来不及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这个。那我们等另外一个、啊、这个应该也有了，嗯，而且不是有人不，我们还有个东西没有看啊，哪一个？船的不是有个哦？对呢，我们船还没出去哎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搞不好这个是直接就带到后面，搞不好那个船另一个继续玩，碰到船还可以继续玩，可以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所以我们要跳出去再重进，是不是？那个一直骂干的到底是怎样？我已经看到你三次了哦。分掉了啦，分掉了啦，我只要是我第一次我就直接把分用分了，没有三次机会，我不会分人啊，怎么分？我只是常常误分人而已，误分人。跟你讲啊，斯文人不要常常讲话，操你妈！白痴哦、喔，我每次都是后辈来，要切画面的时候点到别人的台就切到那个把它分掉。播完了吗？有，刚刚第一个剧情看过了。谁还不进来？二十六，小雨。我。刚刚有人出去了。杰瑞、哦，我以为那个人，你们还没好。啊，好，开始游戏，耶、，Go！ 要再打一次 BOSS 了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BOSS 其实还蛮人太多打，其实很轻松。对对对对。我刚刚完全没损血，我站超远的。我就是在后面一直射团团而已。哦，所以我的装甲有掉是因为被别人射掉的。哎呀，原来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原来是你啊！我来洗地哦。不会恐怖啊，这哪会恐怖啊？我们都完成这样了，不太舒服而已啦。刚刚有，如果要真正要说，应该是恶心吧？嗯、对吧、啊？恶心、啊。这里。这是哪里啊？实验室前面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进去了、喔。嗯，你们等你们等你们。好，正在。好了。不是大门前吗？哦，对啊。嗯、那个会会叫的大门前。哇，我们等一下就是。有好一段。用冲的了。他东西有要拿吗？还是就直接没插？应该不用被插吧？直接冲了吧？没了啊。好像是线索而已。就录影机之类的吧，录影带。那对啊，那就看错。那等下换他机包吧，刚刚不拿应该没差。现在要开门动画了 ，Open 要卡了要卡了 ，Hello， 开门就一直卡，耶、yeah! 哎，房主回应，哦、come on，、哦哦、好好玩啊、哦！等一下我还在投动画，我不能过去，
他大家去冲了。等我们打开的时候，来比赛看谁最快到那边。然后另外一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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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一边啊！哎，赛跑，赛跑，赛跑！咕噜噜噜噜噜噜！我已经慢了，可恶！走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！赛跑，赛跑，赛跑！可恶，听音乐，听音乐，可恶，没听音乐，没听音乐，听音乐，听音乐，听音乐。可恶！赶快放萤火在路上 ，Go Go Go！ 烧死他们！这真的是都不打嘞！我跟你讲，蹲着也可以跑。真的哎，真的真的，你不讲他，你还会第一名做？竞速模式第一名啦，我已经第一名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你后面，紧跟着。没有啊，我被门卡住了。哎，喝咖啡会不会回精那个啊？体力啊？我想喝一下嘞，好渴哦。喝喝看。那个没根本没有喝咖啡没有还是什么不是骗子可恶，那我吃一下回水分而已吧，吃一下小孩的食物好，小孩的回精力的食物不行，我决定要先买东西，该买的还是要买，嗯，该shopping的还是要shopping，感谢donate，可是我们到那个触发小孩那边还是要让他激动，什么什么那个donate太快了，没看到，看起来是很重讯息。快快快，走这个之后杰克走不到地方。等我一下，我们等下去打完的时候我再来。坐一下哈。什么东西？有小孩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。好 ，OK 了，走走走。哎，对了，凡心，你说哪是哪边的药品？药品。嗯，还没到。好好，我等一下。药药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。开内吗？开内吗？有人看到内班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他们，等他们的。对的，要那个救小孩之后，那边才有药品啊。好好好，我摔到，好好好来来来来来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这个射杰瑞，射杰瑞，射杰瑞就对了。啊，不是这个门啊，走错路。回收箭矢，回收箭矢。为什么用？为什么用箭矢射他？他会全身红，用刀砍反而不会全身红啊，超奇怪。他不是快死才会全身红吗？嗯，我自己一个人走在天花板，好恐怖。感觉都是。小雨还在后面。小雨有点远哦。小雨，你后面有他自己啊，可以，还可以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前面已经没有怪可以打你们了。我要躲旁边下他。如果等下突然跑出什么东西，就很恐怖。敢？那我也要，那我也要，那我也要，那我也要。躲起来一下他，躲起来一下他。关打火机，关打火机，关打火机，关打火机。因为你是房子，我就不敢拿刀砍你吗？哎，关打火机啊，那个还拿打工的，关打火机。我根本没有。杰克，杰克，杰克，关打火机。怎么了？要吓人？你这样都讲出来啊？你又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什么人？我就看到你们好歹要下来，至少蹲下来，好不好？我还看不到明条。哎，我忘记怎么走了，是这里。怎么走？哎，走里面，走里面，走里面。嗯，喝水。乱让杰瑞第一。卡了，不行，不要卡，不要卡，不要卡。冲冲冲冲！没有，他第一名没他。他连小孩都不管嘞、欸！我小孩直接好可怜啊！你装死的！好的好的，飞起来了！小孩终于跳出去，跑都跳出去了！小孩卡住我了啦！先哈气了，然后这边就是给哈气了。打啦！好，有种都不要打、啊，有种都不要打那小孩啊！好啊，都不要打、啊！好啊，来不及了。哦、oh, 不，又要再看一次。那我来看一下斗内刚说的什么。快捷键怎么切武器？就一二三四啊。这个，先拿包包，然后再拿你要的武器合成，它就会跳出像这样子合成，然后看你要放哪个位置。我一直听到小孩啪啪 啪的声音。一直听到小孩在那边叫。没有拿打火机在旁边点他，我刚刚打他肚子，有人拿火点他头了，烧起来了，我被卡住了。哦，这边有个动画是哪把那个玩具放在他身上？对对对对。可是我们玩具，我们玩具有全部都齐，根本没凑齐啊。
我们还有玩具没凑齐耶。他一只手一个头。我是插头。刚刚用东西喷他啦。不要拿那个。不要喷啦。喷屁股，要喷人家发胶好不好？把他头发塑形。你们很乱，丢脸，超过分。各种乱的。要消毒啊！消毒。你身上穿酱，你要消毒。不要在那些面前，好可怕哦！好，走了，走了吧。他进去，他进去这里面是被捅爆的、欸。走了。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他进去那里面是被捅爆的、欸。对啊。啊，买个零食吃啊。Go。啊，那我知道了啦，所以那个什么啊，不是一开始不是是野人来把他带走、欸、药品有啦有啦，那野人是那个女孩的家人啊，哦，因为一开始是野人来抓他的、啊、那个人的那个啊，他爸爸是不是有可能爸爸啊，有可能啊，对啊，那个画笔插死那个人嘛、啊、哦，好了，对，他把他全身红红的，好像是哦，马上到这边了，拿画笔擦他的那个，说：“爸爸，你怎么可以多抓一个小孩？我不开心，然后擦他脸。”那还有，就我们自己天美的时候，他没有把我们杀掉。对，好险、嗯！这次换谁啊？谁要上去看一下啊？你啊，还是我？他不是这个剧情不是只能给你触发吗？对啊，没有啊。可是刚刚抱小孩的地方，我就不小心点到啊。哦。看谁要啊？雨月看看，哎、欸，来，哇，已经撑过去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只走旁边而已，雨月已经撑过去了，快快快，再玩，快，你们这一群人、啊，哎、欸，经过一下，各位，前面就经过一下，打灯啊，前面，哎，追不过去啊，这追不过去，我要推了，脚，哎，差点顶到我。啊，打你啊！欸、他有玩玩具的声音呢。那我要拍下他的样子。他都变好红了啊！你们。马仔就红到了啦！看不到了啦！叠起来！来喽！我怕还没，还可以玩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还可以玩一下。在上面那边抖得很奇怪。还可以玩一下，这很奇怪啦！哎、欸，好，要撤！可以！他看起来更恐怖啊，他红红的。对啊，是火烤鱿鱼！啊！我被打晕了，救命！他在变强啊！哇靠！不要过来！哇哦！这是地板动作啊！哦！哇！被甲虫顶掉哎！炸弹来喽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炸弹炸掉了！保得了，保得了！哎呦！我被扑倒了！炸弹来喽！啊！炸弹！耶！跑掉！我也要丢炸弹了！我说哦，收起来！哎，我没有点蓝牌子！你直接假的炸弹！炸弹放在哪里？丢炸弹了！我丢到了，快进！哎哎，水晶啊！不要再把我护甲炸掉好不好！哇，这次 boss 比较强啊！炸两个护甲太过分了！这次 boss 比较强，这 boss 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死了！哎，可以再打一次吗？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先杀队友嘛！招背，招背回去。啊，对不起，我那你背，你背，我要捡剑士啊！你们，我全部是队友打的。然后我捡大反弹，没有丢出去的炸弹。这是 boss 会范围技啊，更大的范围技啊。对啊，很扯哎、欸，这网也太强了吧！这些炸队友，扯队友是最可怕的。走了。哎、欸，想通过这一关吗？哎、欸，你过来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过得去啊？啊？哎、欸、不是啊，那个什么，可是解释不了那個。